今天是2016年6月20号，我们又来到林克燕林教授这里，请林克燕老师帮妈妈做乙骨视力学疗法的调整。那上两个礼拜因为下雨的关系，所以都只有来一次啊，上个礼拜。那不过我自己有在家里啊或者公园帮妈妈做调整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这松很多，越松很多哈，有做有差了，有做有差。那我在想说，趁着老师帮我们做哈，那我自己也加把劲儿，加油，奶奶加油，好吗？加油。加油，大家都可以哈，很快有一些成果出来。因为时间实在是非常有限，因为我们要早的回去，所以我们时间呢，要抓在做一个钟头，做一个钟头。我这人长了，那不到八里就真的。你太长了，太辛苦。没有啦，我自己，像今天早上也写了一个报道。那像昨天的那天讲。那天的还没有写。就是哪个教授讲？那天呢？那天晚上。哦，那天晚上是个公听会，不是哪一个教授讲，主题是讲什么？是讲信义东沿线，他们要把那个住宅区变成捷运的预定地，捷运区，所以那个原来的房子要拆掉，所以可能要把象山线再填过去。所以有一些权力的分配问题，像是那引导那个装置，引导装置。那我写报道是蛮随性的，我。资料在那儿，我不一定马上用，这样。那我今天写的是鸡婆，因为我发现我很鸡婆，现在比较不那么鸡婆，以前很鸡婆，不过现在还是。不过你要当那个。比一般人来的鸡婆。你要当公民记者，你不鸡婆不行。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身心激活，人家看到我就是说，怀疑我是不是以前当老师，人家叫我姜老师我也不反对，因为我发现我就是那种好为人师的人，真不好。不，你以前是公务员。反正就是，生涯。职场生涯一场梦，梦过了，现在才是真实的人生。现在过生活，不为别人，只为自己。你令人感佩的就是对妈妈呢不离不弃，一般人做不到。这个哈，其实也是。其实我也对我自己也是，因为我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，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，但是我发现跟妈妈其实蛮有耐心的，我是一个很急心急的人，不是很有耐心。你现在在看到这一张，对，你看到。
发现在属西部那边很挤。对。那我跟他按摩属西部，他都会痛。属西这里很强，这里很强，这里很强。应该讲这不好吃。这不好。不好松了。啊，不好松。那是一个敏感的位置。哦，可是那条那个属西部那里哈、哦，属西部跟那个肚脐的下方靠近耻骨那里，啊、嗯哦，那个地方，福星老师也是非常的重视那个部位。然后，以我来说，我是一个正常的人，那。抓下去也非常痛。一般人都啊，一般人都是不是很深的，只为你练那个屁股啊，那些抬脚抬两方啊，像皮头一样，有练过人才会深。他半夜是几？因为我就觉得很奇怪啊，为什么抓下去我觉得是痛到不行？哎呀，所以我可以理解。如果连我这种正常人都这么的抓那个地方哈，也都那么辛苦，那妈妈更是很难承受。我们被抓到那个地方，我也去参加他那个三天两夜里，哦，每一个人被抓到都是像杀猪一样的叫，哎，所以我可以相信我。轻轻的碰到妈妈，她就很痛。哎，做这个很花体力。我昨天回去累到大概，我回到家七点多嘛，喝点汤，然后我。你先生吃素吗？嗨。全家吃素。没有了，只有我跟我先生，我儿子没有。不是不吃，我让他自己做选择。那结果。我先跟我讲话，我就已经在打瞌睡了，八点多就已经在打。就在椅子上。他在跟我餐桌上跟我讲话，我就觉得我支持不住了，但是我又不好意思打断他讲话的心。后来，大概九点多我就上床，睡到今天，睡到六点多才起来，是九个钟头。你不只是肉体的精神上的。今天不睡着了，今天没有在拉，就是那个硬币啊，今天有洗澡了，我一直觉得洗澡是一个因素，但是上礼拜跟上上礼拜，虽然是洗过澡，在台湾都没有泡浴。哦，我妈妈很喜欢，我妈妈很喜欢泡。我那时候把我们家的浴缸打掉，我妈妈很不高兴，所以一定要泡。我妈妈每天都要泡，可是现在滋养不足就不行，只能冲澡。在日本有道场洗澡。
台湾也有，可是很少。不是，要想它是整个在下去，一升降机这样，下去，啪啪。我知道台湾有这个，但是这个床很少。人家都去捐那个救护车，没有人捐这个。也许可以呼吁捐这个。在日本这个是民间办。哦。那也许你可以给我一些资料来呼吁一下。台湾有，但是很少。下次我就是五六房间，是吧？你什么时候要去？等我有机会去。你看你没赢啊，我有机会去。我看你每天都。下个月的十到十六号我在北戴河，我跟香港那一次也是去北戴河，靠近秦皇岛。那里是那个他们以前啊，达官显要那个修养的地方。你去那里干嘛？那里有气功大会。那里就是气功的。陈文成你知道吗？知道。陈文成就在那里。他在那教吗？不是教，他是因为他到在江宁那边，你的生长出去，当然要从副生长那边提白银。他们就所有副生长那边去哪里？透过他们那些气功师，整个什么气场能量最强。可是，如果他们真的是这样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贪腐的事情？对，这气场强不强，跟他的心性有没有什么正面的关系？有没有相关性？气场强就是对底下的社会之外，你带着带得动他们，气场弱的就大家都欺负你。所以像拿破仑啊，纳粹啊，他们带得动人，所以他气场一定很强。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这样，我的意思说气场强，是不是表示他的道德品德方面？这跟道德品德有关系吗？所以，你自己有在练气功？也不算练，也不算练。我每天接受很多的饭菜，我尽量把那个不要的打开掉。这个是去看有什么好功法来学。参加的会议啊，人民币八百。啊？人民币要八百。那是多少钱？差不多台币四千块。四千。机票要台币一万多，一万五千。住的。几天啊？三天。会议三天。三天。那我们前一天要去，五十号去，但是呢，那个。那意思说，都来到了天那个北戴河来，就到天津玩个两天，那飞坐飞机要坐到天津了，就那个一两天不用，专程跑去那么远，就回来了，没什么意思。
你刚刚不是说要用上那个那个大盒子？那下一段好。你那个，上次在这做的那个影音啊，我不知道要什么时候用上，因为我没来上课，那我也没时间去给他听。已经上到了吧，在 YouTube 上，但是我还不知道要怎么呈现。还是你等一下向管理讲一下，我就可以把那些都放上去，跟那个有关的。我一边做一边讲。对，待会儿。那你声音可能要大一点，因为那个真的。首先，你做是做下半身还是做上半身？不是，但是我的手在放这样子。所以是在上半身。嗯，上半身。还有下半身，就是任督两脉把它先打开。那个，我现在在上一个那个健康自主管理的课程，里面有一章节是讲运动。他说运动呢，这个做暖身啊，做什么啊，如果做到会疼痛，那就不对了。会发炎。啊？会发炎。对，所以给我一个想法，就是说，如果我让妈妈痛的话。是不是就 不对？他说你要选择在会有点辛苦，但是不会痛的那个点，就停在那里就可以，不能让他觉得会痛。像外面很多人，我都做哎哎叫那样，那是不对的。按理说哎哎叫那是发炎。但是好像又有其他的说法，就是说你让它发炎了以后，它再长起来，刺激它再长起来以后，那个结构是更硬、更坚固。那个是刮伤的，非常破坏，非常建设性的刮伤是这样。像南宫大灯，出骨疼痛吗？对，好像是这样的一个。另外一个思维，我是不止他会痛，所以不要买温暖。你看，像妈妈今天就没有痛哈，其实今天可以用那个东西。还有时间吗？有啊。你等一下不是要讲吗？有东西，现在就可以。啊。把它绑起来，把它再算一下，算把整个脊椎算一算。那我就换一个 cut 吧。嗯 ，OK。啊。啊。是不是？还是这个做完再换。对，做完，对，好，把这个做。压抑在于骨头啊，是很重要。
猪队友，我还想要请问你，你说你上次讲他吃钙，你说你还有什么？你吃那个醋，醋然后解决你那个钙的问题。你说你吃很多醋？我喜欢吃醋。对对。那我记得你说你有很好的醋是什么人提供给你的？那醋不是苹果醋。苹果醋。美国那个苹果醋，它叫醋，非常好。是美国来的。美国来的。因为我看到你那边有一些泡的一罐一罐那个小小的水果，不太像是苹果醋。那是梅醋。所以你有吃苹果醋，有吃梅醋。梅醋那个黄幻大学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就在那个深坑。我知道黄幻大学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有做醋。他们有做醋。梅醋。所以你都是跟他们买，那你苹果醋跟梅醋怎么什么时候吃什么？那我小时候就泡来喝，它冲水喝的。哦，所以你今天想吃苹果醋就吃苹果醋，没有规定说哦我什么时候吃什么，清流的家了。那你的比例是多少？我这边我们都一对十。是温开水还是？梅醋我就会弄热一点，因为它消气。但我弄别的。消胀气。是不是，那个它气很香，但梅醋味道很好。苹果醋就是很帅。那苹果醋什么时候吃也没关系，随便。两餐之间吃还是吃餐前吃？我都随性的。有些因为我们工作我没办法，你说我固定时间要做什么？那我们有时候去吃，有些餐哈、哦，它就会有一个醋。那个春天你看，素食馆。前天晚上就万医师，还有马来西亚的姜老师。那和平公路有家餐馆，还有刘教授的师傅去，他那边就有梅子茶。所以梅子茶是梅子醋加茶。它是泡红茶还是绿茶？开水，开水。哦，你说茶不是茶。因为我妈妈之前吃那个什么，吃那个油啊，吃油的时候，什么油？我什么油都给她吃，我吃之前我给她吃亚麻仁，亚麻仁油，亚麻仁油后来吃的比较少，也有吃过。那有吃苦茶油、椰子油，还有橄榄油、亚麻仁油这四种，还有麻油。日本麻油啊，它们很透明。透明？那就是白麻油嘛，不是黑麻油啊。他们白麻油之后要经过两道到三道的。他们用纸袋装起来，有慢慢的渗出来，颜色就躺在纸上，所以他们有一次见过三次以后，那他们蓝眼是透明的，我日本他们炸很不难的，炸虾炸就是用那种麻油，加上一点，有的是加猪油，有的加那白酒跟菜籽，他们菜籽也是被过滤的很透明，像我们他们菜籽。以前公路里面配给油，那就菜籽油，炒熟之后变成炸过才能吃。白酱油。啊？白酱油。
胆小。就是那个秤的秤子。像那个看那个到南部去，一片都黄黄的花一样，跟你花那个叫秤子。现在台湾有这样卖菜籽？很少，现在都是沙拉油嘛，大部分沙拉油。那大部分沙拉油更不适合煎煮菜籽。不是什么？不适合于煎煮菜籽。顾名思义，沙拉油就做沙拉油。沙拉油是什么东西做的？大豆、黄豆。但是我在他们在做那个蚂蚁的时候，就是经过不是炸出来，颜色比较黄的，还用纸袋子，一袋一袋的留下来，然后再煮，用新袋子再煮，煮两三次左右，有的怎么透明？所以你是吃那个吗？又不是，我是橄榄油，百亿橄榄油。那我家一直都是百亿。现在还是有高低差哈。还是有，对，九成的差。这高低差要怎么样才会？那这只脚慢慢，我把它开，越来越长。开了就会长。会长，这个那时候就会短。通过就是向外开，向前旋，那叫长脚。向内转，向后旋就不会长。这只脚其实是很开的。这只脚还说要内收嘛，要内收劲。这只脚就是一直向内，就要把它开掉。这个内收我没看到你怎么处理。内收啊，就是一样，这样内收。比较看你常在处理这只脚，那个外翻的脚没看，比较少看。那时候比较好做，外开不好做。借你的手啊，你的大拇指，大拇指，你站在这里，等一下，我要换一下那个角度，来，照。